另外一种做法，我说哈，如果你今天有些人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名片用传那个传给人家，然后名片传给人家就是一个网址传给人家，或者是你说有刚有人提到说，我可不可以把 QR code 传给人家，不需要，因为如果人家收到你的 mail， 收到你的 line， 其实只要有一个超连结就好，他点了之后就可以点到你这张图，就看到你的名片了。OK， 好，所以那这怎么做呢？也是一样，你的名片按分享，取得连结，你就可以取这一段连结给人家了。啊，但是呢，你又开始担心了，哇，这连结这么长，如果我在手机上，我这时候用手机上打这个连结给人家，不是好麻烦吗？那我就说，那你一种做法就是缩短网址啊，你就是用这个复制以后。然后呢，用我们的缩短网址是什么 ？gg.gg。OK， 然后呢，把刚才的那张照片贴上去，网址贴上去，然后 customize link 就是你可以取自己的要的短网址。那比如说呢，我的名字叫 IC Wang 啊，然后这个后面是我的那个什么，我的 card 啊，我就用 card 名片，我就用 card IC Wang card， 如果 OK 我就 shorten 以后缩短以后，我再在手机上，我在 line 里面就打 gg.gg 斜线 IC Wang card 就好了，就把这个传出去，人家一点自然也可以点进来，可以吗？有点复杂，我再讲一次啊。然后我再讲一次哦，就是说你的 Google 相片，如果你哪一天拍了你的那个名片，拍了放在你的 Google 相簿上面，然后你在你的电脑上把这张照片打开来，按分享。好，我现在讲的在电脑上做的，好，你就把它打开来，按取得连接，是不是就看到一个网址？你就把网址复制，然后到另外一个页面，打 gg.gg 是缩短网址的，然后我只要把我刚才有名片的这个网址放上去，然后按 customize link 打勾勾，我随便取一个啦，我就取ABC1111 好 ABC1111 假设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就 shorten。哎 ，excellent， 就代表可以。所以我只要在手机的群组里面，我就打 gg.gg 斜线 abc1111， 这样子，人家以后在那个浏览器上，人家以后在那个群组里面去点这个 gg.gg 斜线 abc1111，enter， 哎，在哪里去了？再来一次哦。斜线 ABC 1111 五个一，我用五个一，嘿，是不是就看到名片了？ OK， 哦，那在手机上，如果你是在手机上做，那更简单了。手机上做，你只要把 Google 相簿的那张照片取出来，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手机，在你跑哪里去了？等我一下，马上把这个手机接上去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我手机的秀给各位看。我
这个页面里面反而没来，就是我这边的 Google 相簿里面哦，倒是没有名片了。我现在就这样假设，这个相簿里面其中有一张是我拍的，假设是名片，这张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好，假设这张就是名片，假设它就是名片，那我直接按分享，选 Line。然后传，对啊，直接传出去给谁？人家点以后点那张不就那张照片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意思吧？在手机上分享很简单，但是在电脑上，你 Google 相簿里面找到那张照片之后，把它打开来，然后按这个共享，把连结复制下来，复制。然后因为这时候我要在手机上打，我不方便。所以我只好先在这个 gg.gg 先把那么长的网址缩短一点点，我比较好打。等一下，我先啊，我比较好打，所以刚才就打什么 abc 这样子去缩短，缩短 OK 了之后，接下来我想分享给别人，比如说我想分给分享给这个人，等一下我先重来一次。我要到 LINE 要分享给别人，我就 LINE 去找到那个人，假设啦，我找到这个人，我想把我的那个名片分享给他，那我直接打 gg.gg/abc1111，然后按分享，看一下，等一下他会跑起来，然后他就跑出这样子，然后人家一点，你看哦，在 LINE 上面人家一点，名片是不是出来了？可以吗？哦，因为我是说你在电脑上处理网址太长了，你先把它缩短成短网址，再到手机里面去 key， 哦，再到手机里面去。那个 LINE 你要分享给谁，你要分享给谁的，把他的 LINE 点起来，然后直接打你缩短的那个网址的，打在这里。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在手机上用，那很方便，你手机拍的照片请你用 Google 相簿把它打开来，找到哪一张照片是名片的话，假设它是名片，就请你直接分享到 LINE， 然后看你要给谁，确定传送至聊天室。等一下，哎，出来名片就直接秀出来了，可以吗？哦，手机上操作现在已经非常容易了，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在电脑上网址太长，你要先缩短网址，再到浏览器去打，可以吗？好，